欢迎大家收看《老熊看相》，这盘棋呢是世锦雅区第183局，远遁边境。现在呢，黑方这个卒塞住了这个象眼，中间还有个车，这边进炮是一个杀棋，这边进车也是一个杀招。看起来红方危如累卵，看看是如何巧妙的破解的，并且取胜的。进车一将，黑方只有上将，借助这个帅，这时候平兵一将，黑方如果将五平六的话，这时候进炮一将，黑方只有上将，这时候车六平四一将，黑方只有进将，这时候突然炮一平九，打炮，化解掉这边的一个杀招，同时这边的杀招，车如果将军的话，这个红车可以吃回来。并且解杀还杀，还可以炮九退二，是一个杀招。如果你吃掉的话，这边炮九退二就是一个杀棋。这样的话，黑方无法能解决掉这个炮的杀棋，就输掉了。一开始进车将军的时候，黑方上将平兵一将，黑方如果这个时候上将的话，也一样。平车一将，黑方过来，再平车一将，这个炮打炮比较巧妙，解杀还杀，再退二就是一个杀招，这时候黑方无法抵挡，也没法杀招，这样就只好眼睁睁看着退炮形成杀棋。